梁山上的好汉们大多都有一个外号，这些外号与他们的身份和特长都十分贴合。比如鲁智深叫花和尚，是因为他百无禁忌，不遵守佛家戒律。李逵是黑旋风，因为他本人不仅长得黑，而且行动鲁莽迅捷，像一阵风一样。水军头领中有一个叫浪里白条的张顺，在梁山上排位第30位。那么张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外号呢？之所以被人称为浪里白条，是因为张顺的皮肤非常白，而且从小水性就十分好，沉在水底能待7天7夜，就像一条鱼一样。白条就是一种鱼，鱼的颜色是侧面和肚子都是白白的，太阳照过之后会反射出闪闪的光，而且这种鱼游得非常快。张顺凭着一身雪白的皮肤和超好的水性，在水里行动起来真如一条白鱼一样，非常灵活漂亮，所以人们会赐他这么一个外号。张顺和哥哥张衡原是在江边谋生的，他们做的并不是本分生意，而是劫财害命的勾当，后来才收了手，改打鱼为生，还利用自己的特长做了不少好事。张顺投奔了梁山之后，在各种战争中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论梁山上的水军好汉，张顺绝对是重量级别的。张顺在梁山上的人缘也非常好，因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，也是一个机智的人。他的第一次出场就和李逵起了冲突，李逵放走了他的鱼，张顺就和他打了起来。结果他不是李逵的对手，他想方设法把李逵骗到水里，狠狠教训了李逵一顿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张顺本人也是很有谋略的，他不像李逵那种莽汉，只知道出死力气。张顺的重义可以从他对宋江的态度上看出来，当初宋江病得快死了，他一听就泪流满面，接着尽全力帮宋江寻找神医，又帮安道全脱了身。对兄弟都可以这样，说明张顺真的是在用心交友。在水浒中，张顺的死绝对是令人震撼的。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后，被派往各处打仗，最后一处就是方腊。方腊的实力绝对不亚于梁山，甚至比他们还要厉害。宋江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，兄弟们也都是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十成去了八九成。张顺也是在这场战役中死去的。当时宋江久攻方腊不下，张顺等人意图从水路进攻，于是张顺独自潜入水下，打算从水门而入，里应外合，没成想被方腊守水宅的士兵发现，张顺被乱箭射死，死状非常惨烈。他的死深深震撼了梁山的兄弟们，看着张顺的死状，宋江也是泪如雨下。在梁山一众兄弟中，虽然许多人表面上对宋江十分恭敬，但内心里未必真心服从他，只不过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已。张顺却是对他掏心掏肺的一个兄弟，而且本领高强，在梁山上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。张顺一死，宋江自然十分心痛，水性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死在了水里，也许水里也是张顺最好的归宿了。